公爵夫妇领养了一个男孩给儿子作伴，可没想到洗澡时却发现是个女儿身。罗尼害怕的瑟瑟发抖，他认为公爵肯定会大发雷霆，然后将他退回，那到时自己就会像朋友一样被院长打死。此时知道真相的公爵夫人有些为难，但还是吩咐侍女先给他好好梳洗一番。当他看到罗尼的那一刻，瞬间被萌坏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？下一秒，公爵府的次子安迪就大叫着冲了进来，我都说了我不需要玩伴。话刚说完，他就看到了一旁的罗尼，十分疑惑地问母亲，为什么要买个娃娃回来？在场的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，本来想带回来给你当玩伴的，没想到是个女孩子。罗尼不断鞠躬道歉，并请求能不能不要赶她走，软萌可爱的模样瞬间俘获了安迪的心，这不就是传说中可可爱爱的妹妹吗？于是他当场跑向父亲，请求父亲可以留下罗尼，我不介意女孩子，我真的超级超级喜欢她。这话瞬间让罗尼产生了一点期待，或许自己真的可以在这里生活。然而公爵却严肃地说道，够了，既然见到了孩子那就行了，时间很晚了，先回房间吧。冰冷的声音让罗尼伤心不已，没想到自己竟然产生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，毕竟是自己欺骗在先。此刻房间只剩下公爵一家三口，公爵夫人请求老公可以将人留下，如果被退回的话肯定会被狠狠教训。一旁的安迪也坚定地附和着，可男人还是十分果断，不管怎么说不行。两人不赞同地想要劝解，可公爵却补充说道，真是可爱到不行啊，果然还是要有个女儿，之前好友总是在他面前炫耀，没想到想要给儿子找玩伴竟然正好是个女孩，这也许就是缘分吧。于是他决定让女孩暂时住在这里，不过收作养女的事情还是再考虑考虑，这一决定为日后的感情发展减少了许多不便。公爵夫人开心的同时又觉得十分奇怪，既然没打算赶她走，为什么要用那么可怕的表情让她回去？原来公爵只是看她有点累了，想让她回去休息而已。安迪也补充道，父亲刚刚的表情像是要吃人一样。这下公爵慌了，第一印象竟然这么差。另一边得知自己可以留下的罗尼开心到落泪，可听到公爵即将下来的事情害怕不已，毕竟男人刚刚的表情确实十分可怕。就在这时公爵敲门进来，可女孩已经躲在床边瑟瑟发抖，你有休息一会儿吗？罗尼大声回答并猛猛地点头，非常感谢您可以让我留在这里，没能立刻向您行礼十分抱歉。公爵不知道他究竟遭受什么才会这么害怕，于是轻声安慰，我不是来听你道歉的，是来给你取新名字的。原来这个事情还是公爵夫人提起的，他们曾经在怀老大的时候就想过一个女孩名字，给她正好合适，你就叫洛妮，洛妮伊芙琳。女孩一言不发，这让公爵以为她不喜欢，没想到她却眼角带泪，感谢公爵给自己这么美的名字。甜美的笑容瞬间俘获男人的心，于是公爵当场让侍女将妹妹住过的房间收拾出来给她，这让侍女气得咬牙切齿，暗骂卑微的孤儿怎么可以住那个房间。突然即将离开的公爵说道，有个事情忘了说了。侍女偷摸着笑了，认为公爵不可能让一个孤儿住那么好的房间，没想到公爵却十分严肃认真地说道，你的小名叫洛洛，要记住。这下两人都傻眼了，女孩走了狗屎运，从孤儿一跃成了公爵次子的玩伴。留在公爵府的第一个晚上，他就做起了噩梦，梦见以前被诬陷，遭受院长毒打的场景。此时恶毒的侍女看他还不起床，顿时生气的暴力唤醒洛妮，被吓了一跳，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一看就是被吓得不轻。然而侍女根本不管，没好气地让她赶快起床洗漱，因为打心底看不起洛妮这个孤儿，明明只是个平民却能飞上枝头，水都滴到地板上了，擦完了就赶快换衣服。洛妮看着床上的礼服开心不已，没想到自己能穿这么漂亮的裙子。喂，你愣着做什么？难道要我帮你穿吗？女人突然的怒吼让洛妮吓了一跳，她只能说自己可以搞定。可当侍女离开房间之后，她却陷入了沉思，这个到底要怎么穿呢？突然门外传来安迪的声音，男孩激动地说道，洛洛，哥哥来接你了。上次给他洗澡的侍女担心地问身体怎么样了，安迪还不知道这件事，洛妮急忙说没什么。等到只剩两人的时候，他才请求侍女帮自己保密，不过很快就会被所有人发现。很快第一次家庭聚餐开始，公爵夫人十分热情地喊他宝贝，并关心他昨晚睡得好不好，就连安迪也贴心地帮他切好牛排，并告诉他要一大口吃掉才好吃。洛妮努力地张大嘴模仿，塞满整个嘴巴的样子像极了小仓鼠，将一旁的两人都萌坏了，好好吃呀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安迪骄傲的不行，听哥哥的话没错吧。就在这时，安迪注意到洛妮的袖子碰到了牛排，于是急忙帮她挽起了袖子，手腕上的淤青触目惊心，洛妮当场跪了下来，请求他们不要赶自己走，我知道这么丑的伤痕配不上这里，但是请你们能不能不要赶我走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公爵一言不发，直接带他坐上了马车。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？身上的伤是院长打的吗？洛妮瑟瑟发抖不敢回答，公爵认为女孩还是害怕他，于是轻声说道，如果你觉得跟我们生活会别扭的话，我可以找别人来照顾你，但是我们都希望能和你一起生活，当然前提是你愿意。这些话让洛妮心里暖暖的，可当他一抬头却看到了孤儿院，公爵难道是要将他退回？
女孩费尽心机掩盖的伤还是被发现了，公爵二话不说直接将人送回孤儿院，院长谄媚的出来迎接，还以为马车上的人是公爵之女，可当他看清洛妮的脸之后，顿时破口大骂，你这死丫头竟敢骗我，随后还不断诋毁，说她向来是谎话连篇。然而公爵根本不信，笑着对女孩说道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想说什么就大胆说吧。洛妮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，鼓起勇气喊道，说谎金是院长才对，您知道我的朋友皮特没有做错什么，还是把他打死了。男人支支吾吾的样子明显是心虚了，公爵当场让人拉了下去。傍晚两人终于回到府邸，公爵夫人和安迪早早的就在外面等候，一看到人就扑上去检查他是否受伤，关心的嘘寒问暖。洛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够遇见这么好的人，只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无条件相信他，这让女孩感动到无以言表。当天晚上公爵夫人还给他梳头，想象不久之后头发长了该有多么可爱，随后还用圣水帮他擦拭伤痕，可当浑身的伤痕露出来的时候，夫人还是一脸的心疼，孩子，为什么你在孤儿院会以男生的身份生活了？是妈妈让我这么做的，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。公爵夫人可以理解，或许是害怕他被别人欺负，你现在不用再隐藏自己的身份了，可以安全的在这里生活。洛妮对此十分幸福，隔天公爵为洛妮做了身份证明，担保人是他自己，女孩的全名为洛妮伊芙琳克雷，这是公爵家族旁系贵族的姓氏，无论是教育还是未来的各种事都能帮助到他。女孩很是感激，保证会努力学习认字，只要是公爵吩咐的都愿意去做。那你出去玩吧。女孩懵逼，他一直在明示我，他想跟你一起玩，哪怕不是为了安迪，孩子的工作本来就是玩，所以你快出去工作吧。很快两人来到了外头的草地，安迪扑通一下就躺了下去，还招呼着洛妮坐到旁边。好的少爷，洛洛你为什么总喊我少爷，喊我哥哥不行吗？我怎么敢，我不能对少爷那么无礼。安迪虽然有些失落，但还是让他觉得自在点的时候再喊，不过以后一定要喊我哥哥。洛妮犹犹豫豫不敢拉钩，安迪见状直接一把抓了过去，随后心满意足地躺在草坪上，没一会儿他就打起了呼噜。洛妮打算趁着他睡着的时候去附近逛逛，这里的湖泊美到令人不可思议，于是他决定像以前一样到树上好好看一看，可今天的鞋明显不合适，当他爬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不受控制地掉了下去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帅气的小哥哥突然出现接住了他。男孩究竟是什么身份？女孩从百米树上掉落被帅哥哥接住，对着陌生男孩就泛起了花痴，下一秒却得知他竟是公爵府的大少爷尤斯，今天回来的早，所以到森林去接弟弟，顺便看看父亲在信里提到的女孩是什么样子。说到这，尤斯突然对着洛妮笑了一下，这让女孩瞬间羞红了脸。这时安迪突然凑近问他，洛洛你怎么不吃？洛洛两字让尤斯疑惑，哥哥你叫他洛洛就行，这可是父亲亲自取的昵称。被拆穿的公爵有些不好意思，强装镇定地说，这个适合他，是挺合适的，那我也喊他洛洛。女孩本想用新名字优雅地打个招呼，这下算是泡汤了。这时安迪冷不丁给洛妮塞了一嘴蛋糕，香甜的草莓混合着奶油让她十分喜欢。一旁的公爵夫妇看着这一幕发出了姨母笑，可大少爷却阴森森地盯着他，这究竟是什么情况？突然管家禀报有客人到访，是侯爵夫人和侯爵千金，同时也是公爵的妹妹和侄女，女人气势汹汹，明显是来找茬的。原来刚刚恶毒侍女进行了一番添油加醋，说洛妮十分狡猾，不仅女扮男装混进来，甚至诱骗公爵获得贵族姓氏，还占用了他以前的房间，因此索菲亚下定决心要将洛妮赶出去，而他的女儿莉迪亚一来就想和尤斯亲近。恰好这时男孩发现洛妮杯子里的果汁喝完了，于是主动站起来给他续上，这一举动让莉迪亚气得不行，不怀好意的母女已经想好怎么把洛妮赶出去了。不一会儿茶话会匆匆结束，安迪不满地发牢骚，说他不喜欢姑姑和莉迪亚，姑姑什么事情都要教育我，而莉迪亚总跟在哥哥后头，把我当下人使唤。不过现在我有洛洛你了，我跟洛洛玩就行。他开心地拉着洛妮要去房间，这才发现洛妮的手竟伤痕累累，原来这是刚刚爬树滑下来磨的。医生有些奇怪，明明是刚受的伤却有了愈合的现象，你的伤口本来就好得很快吗？是的，就算伤得很重也能很快就好。医生看了看洛妮的手臂，第一次过来时的伤已经完全看不见了，虽然公爵夫人给他用了圣水，但理论上也不可能好得这么快，这究竟是什么情况也不好说。医生交代了两句就若有所思地离开了，这让洛妮心中有些触动，他第一次对未来有了想法，也想成为了不起的医生。就在这时安迪从门外冒了出来了，邀请洛妮一起去房间玩耍，可莉迪亚却突然出现，一副十分亲切的样子，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，所以我们去过只属于女孩子的时间好吗？洛妮知道面前的女孩是真正的贵族小姐，或许只要跟着她学习就能知道怎么快速融入这里，于是她当场答应下来。莉迪亚在没人看到的时候发出了坏笑，她究竟会如何为难洛妮？只因被哥哥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，她就遭到侯爵之女的针对，表面上装作十分亲切的样子，
实际却让侍女当面嘲讽他没文化，竟然用双手拿茶杯，还弄出那么大的声响，连带着降低了我家小姐的品味。莉迪亚故作生气的制止，实际却讽刺洛妮是个土包子，没曾想全都被喜欢的尤斯哥哥听见。原来刚刚尤斯在路上遇到了弟弟，听说莉迪亚将洛妮带走的事情，原本觉得两人年龄相仿更合得来，可从前发生的事却让他不免担忧起来。一个侍女不小心将水洒到了他的手上，他没有怪罪，反而关心是否被吓到。事后莉迪亚不仅对侍女进行了言语辱骂，甚至还私自动手处罚。虽然这次情况不一样，但他还是不放心，决定亲自确认一下，没想到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你竟敢侮辱公爵府资助的孩子，侯爵府的侍女本来就这么嚣张吗？莉迪亚假惺惺地替侍女道歉，可尤斯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直接挡在面前撑腰，这个孩子有权利在这里做任何事，至于那个侍女会由公爵府来处罚。莉迪亚明明气到浑身发抖，却还是在尤斯面前强装微笑，可心里已经想好了下一次的阴谋。离开房间之后，洛妮在心里责怪自己的无知，尤斯发现后立马开导他，其实你不用这样畏首畏尾，这里是我们的家，而他们只不过客人而已。然而这句话并没有起到作用，反而让天真的女孩更想学好礼仪，不让公爵府因为自己而丢脸，而这也正中了莉迪亚的下怀。她主动提出让洛妮一起上课，洛妮还天真的表达感谢。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，本该死去的孤儿院的好友皮特。洛妮激动地上前确认，可男孩却好像根本不认识他。洛妮为自己的行为道歉，可一旁的莉迪亚却冷声说道，你不用那样道歉，他就是来替我挨打的。洛妮并不理解这个事情，可莉迪亚却说，高贵的贵族是不可能随意被老师打的。很快礼法课正式开始，从未接触过的洛妮频频出错，这将想要找茬的家庭教师惹怒，女人当场拿起戒尺就要打他。莉迪亚假惺惺的要将一旁的挨打男孩借他，可善良的洛妮怎么可能让别人替自己受罚？奸计得逞的莉迪亚没再劝说，一声声响亮的鞭笞声回荡在走廊。几天后，上完剑术课的安迪去找洛妮玩耍，可当他打开房门却吓了一跳，洛妮整个人都憔悴的不行。妹妹你怎么了？你都快变成骷髅了，是谁干的？我不会放过他的。突然的关心让洛妮不受控制的哭了出来，恰好这时尤斯来了，女孩顿时觉得十分羞愧，捂着脸就要逃离这里，却在离开前被尤斯像是提小鸡一样提了起来，先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。孤儿院女孩因为不懂礼仪被老师毒打，憔悴的模样令二哥着急，收到关心后还是不受控制的哭了。两个哥哥都围着他询问原因，细心的大哥尤斯发现他手上的伤痕，也知道他一直在隐瞒，于是找了个理由将安迪扔了出去，随后单膝跪地拿出药膏给妹妹涂上，轻柔的动作认真的神态都令洛妮小鹿乱撞。他还想让尤斯帮自己保密，可男孩却只是让他好好休息，便要转身离开处。少爷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去，我不想一个人待在房间里。尤斯还觉得奇怪，明明有专职照顾的侍女，怎么会是一个人？可话还没说完就发现不对劲，这里确实是只有他一个，像个空房间似的，就连壁炉也没开。他联想起早上意外听到侍女在计划些什么，原来是针对洛妮的，于是他写了一封信让转交母亲，并邀请他去洛妮的房间。侯爵夫人当场决定一同前往，毕竟他主导了一场大戏，怎么可能不去。就在两人路过莉迪亚的房间时，里面传来了叮铃当当的摔打声，原来是他的项链不见了。女孩哭着说那是父亲送的，十分重要，随后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，说他最近都和洛妮在一起上课，顺其自然地将嫌疑引到了洛妮身上。很快一场有预谋的茶话会开始了，侯爵夫人不断夸奖奉承尤斯，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女儿和尤斯结婚。如今整个帝国拥有神力的只有皇室和公爵府，神力不仅仅代表着权力，更代表着和皇室媲美的正统性。听说年幼的尤斯已然显现了神力，只要两人结婚，那所有的一切就都是他的了。然而尤斯并不太愿意搭理这个冒昧的姑姑，于是他就拿洛妮开刀，先是用几句话让女孩因为紧张而显得慌乱，随后向侍女使了个眼色，让她故意将茶水打翻弄脏地毯，之后故作惊讶地拿出早已藏好的项链，指责洛妮是偷了项链，这才会那么慌张。竟然有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公爵府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做出这种下作的事情。被诬陷的洛妮焦急解释自己根本没有见过这个东西，可女人却咄咄逼人，你竟然还敢狡辩，所以说低贱的人根本无药可救。洛妮想要解释却再也说不出话，她下意识地看向一旁的尤斯，发现男孩的脸色十分难看，是不是也在生他的气。就在这时公爵夫人拍案而起，企图制止这场闹剧，动手打孩子这件事已经无法原谅，现在还想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污蔑他吗？女人震惊的同时死不承认，甚至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受害者。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尤斯斥责姑姑作为大人难道都不觉得羞耻吗？随后立马切换了一副面孔安抚道，洛洛你不要担心，我们会保护你。所以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男孩上一秒对别人一副凶相，下一秒就对妹妹笑容满面，这一幕将莉迪亚嫉妒到浑身发抖，你竟然相信那种下贱胚子说的话。尤斯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
这下侯爵夫人更加不满了，现在都证据确凿了，你们竟然只相信他说的话，这分明是在侮辱我们侯爵府，我绝对不会就这样算了。就在这时，公爵推门而入，仙月界的人是你才对吧？他无视了想要辩解的妹妹，径直朝着洛妮走去，轻轻抓起女孩的手道歉，抱歉洛洛，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愤怒地盯着妹妹苏菲亚，听说让她变成这样的人是你。女人有些心虚，却嘴硬地说这都是家庭教师做的，和自己没有关系，但公爵怎么会不知道，只有他授意，家庭教师才敢在公爵府做出这种事。我作为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有权惩罚你，你还是重新找个教父吧。女人简直不敢相信，哥哥竟然因为那个臭丫头放弃自己，甚至不惜和侯爵府反目，但很明显他的态度坚决。莉迪亚十分生气的怒吼，他算什么东东，万叔父您竟然要收他当女儿，放着我不要，要那种卑贱的孤儿。苏菲亚清楚局势，不再多说什么，带着女儿骂骂咧咧离开了这里。而公爵使了个眼色，就支走了相对年幼的安迪和洛妮，准备来一场大清理，现在把府里所有的佣人给我叫过来。与此同时，洛妮拿着刚刚那条项链，准备亲自还给莉迪亚，毕竟看起来很是珍贵。可两人刚推开大门，莉迪亚就愤怒地冲了上来，朝着洛妮的脸就要重重地打下去，可安迪却义无反顾地挡在了面前，明明脸上火辣辣的疼，却还是笑嘻嘻的耍帅，我刚刚是不是特别苦，谁看了都会觉得我是帅气的哥哥吧。莉迪亚气愤不已，直接大吼着说洛妮就是家族最大的麻烦。一向懦弱的女孩猛地挡在面前，眼神坚定地向前逼近，将莉迪亚吓得连连后退。可没想到洛妮只是抓起她的手，将项链还给她，多谢小姐，托小姐的福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我会把小姐的话当成训诫，绝不会给这里添麻烦的。公爵从孤儿院带回的女孩遭到欺负，公爵生气地将所有侍女召集起来，大家窃窃私语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只有打人的家庭教师十分心虚，没能来得及跟侯爵夫人离开，就被侍卫拦截下来。站在后面的艾恩满心愧疚，虽然他尽自己所能对洛妮好，却也没能阻止其他侍女刁难洛妮，因此他认为是自己做错了。还有一旁的男孩，因为对发疯的莉迪亚进行劝阻，就被打了一顿，扔在这里自生自灭。就在这时，公爵从楼梯上走了下来，问他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召集到这里。见没人回答，他径直走到了家庭教师面前，自己说做错了什么。女人依旧嘴硬的不肯承认，公爵直接切入主题，因为你随意体罚了马尔斯家族未来的公女。另外两个参与的侍女瞬间脸色煞白，他们怎么会想到一个孤女竟然这么受重视？公爵神情阴森，说的话更是令人害怕。我现在剥夺前公爵赐予你的爵位，从今以后滚出我的领地。看众人的反应，明显是觉得处罚太重了。虽然公爵也有这种顾虑，但是若不采取强硬措施，那么洛洛就很可能会再经历那种事。从现在开始，一个个问罪。我已经知道所有事，所以别想在我面前撒谎。与此同时，洛妮看着手中被莉迪亚丢下的项链发呆，安迪不想让她在意这种无关紧要的东西，直接将项链扔掉。洛妮这才想起让安迪赶快去看医生，男孩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你要是喊我哥哥的话，我应该就不会疼了。女孩天真发问，但你要赶紧擦药才能减轻疼痛吧。就在这时，洛妮看到一群人提着行李走出了府邸，其中还包括那个挨打男孩，紧随其后的是侍女艾恩，她高兴地跑了过去，问她这是要去哪里。艾恩支支吾吾没有说话。这时一旁的管家上前询问洛妮是否认识面前的侍女，她是从我刚来这里就一直对我很好的姐姐。艾恩感动地笑了，却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。管家随即表示是公爵和夫人下令让他们离开的。洛妮听完瞬间呆在原地，下一秒就猛地泪奔大喊道，不可以。公爵为了从孤儿院带回的女孩清理门户，看着侍女们各自的供词气得瑟瑟发抖，两夫妇都有些愧疚，要是再上心点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因此公爵将所有人驱逐出去，并且不给推荐信，这等于是断了他们的履历，很难找到下一份工作。原以为尤斯会觉得这样的惩罚太重，没想到却恰恰相反，他甚至觉得还不够，毕竟他们那样对待洛妮简直罪无可恕。公爵夫人认为这样就可以了，那孩子很脆弱，过度处罚可能会适得其反，这件事最好瞒着他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管家焦急地前来汇报，小姐已经知道了，正在外面大哭。此时洛妮揪着艾恩的衣裙不让走，公爵夫人一出现，他就急忙上前请求不要赶艾恩走。夫人见状觉得是刚刚出了差错，可艾恩却不这么想，因为他心里是责怪自己的，明明看到别人欺负小姐，却没能阻止他们。善良的洛妮急忙上前表示艾恩没有做错什么，刚来的时候只有艾恩会温柔地跟我讲话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留在这里。侍女很是感动，明明只是做了一点小事，却被记在了心上。这一幕令夫人欣慰地笑了，你是他第一个这么想要挽留的人，那你来当他的专属侍女吧。艾恩是一千个一万个愿意，虽然我不配，但是如果给我机会的话，我肯定会悉心照顾小姐的。这时洛妮看到了人群中的男孩，再次难为情地开口，夫人可不可以留下他，要是回去他会再次变成挨打男孩的。这种小事公爵夫人自然是立马应允的，瞬间所有人都议论纷纷，专属侍女都是工作经验很久的高级佣人，艾恩竟然这么好运。于是以黑子发侍女为首，所有人都跪了下来，
请求洛尼可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尤斯第一个不答应，拿起剑就架在了他的肩上。到此为止吧，你应该感激只是被驱逐出去。男孩命令侍卫将其他人都拖下去，扭头就笑着邀请洛尼一起回去。一旁的艾恩一副磕到了的样子，而可怜的安迪就这样被遗忘在角落。能解决完这些再离开我就放心了。少爷要去哪里吗？假期马上结束了，明天我就回学院了，这样时间才不会太紧。洛尼心中顿时警铃大作，而尤斯好似看出来了，于是玩笑道，你不想让我走吗？不然我不走了。孤儿院收养的女孩终于喊哥哥了，大少爷即将回学院上学。洛尼顿时觉得十分失落。男孩见状拿出心形糖果，随后突然凑近道，你不想让我走吗？不然我不走了。洛尼猛地觉得十分不好意思，我怎么能拦着您不让您走呢？尤斯轻轻摸了摸他的头，让他在这里乖乖等着。就在这时，安迪哀怨地追了过来，一把抓住洛尼斥责哥哥，洛洛是我的，哥哥你不许抢走。尤斯故作伤心，以前你都是追在我后面说最喜欢我，好好玩吧孩子们，我先走了。洛尼还以为尤斯现在就要回学院，但其实他是想在晚餐前去练会儿剑。安迪顿时双眼放光，而一旁的洛尼也很想去，于是鼓足勇气说想要去服侍少爷，比如端茶倒水之类的，可却被尤斯十分坚决地拒绝了。我不需要人服侍，你就作为妹妹在边上看着吧。洛尼十分开心地回应，却习惯性地喊少爷，这下腹黑的尤斯反悔了。安迪提醒他要叫哥哥才行，随后自己期待的不行，见洛尼半天都憋不出一句，两人故意转身装作要离开，洛尼这才大喊道，哥哥也带我去吧。这一下就戳中了两男孩的心巴，三人就这样开心的前往训练场。很快尤斯就开始了训练，洛尼虽然不懂剑术，却打心底觉得哥哥简直太厉害了。这时安迪突然冒了出来，大吼着，就算哥哥再帅也不能迷上他，洛洛只能是我一个人的妹妹。他努力挥舞着手中剑，而洛洛也十分捧场地表示很帅。哥哥们以后都要当骑士吗？其实是要继承家族，想要成为家主就要得到神物的认可，而公爵家族的神物是阿雷斯之枪，剑术只是最基本的条件，所以要一直坚持训练。尤斯说完就去存放手中的剑，而一向乐天派的安迪则黯然神伤，因为他认为哥哥马上就能跟神物产生共鸣。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对哥哥抱有很大的期待，所以资质平庸的安迪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没心没肺。就在这时，负责安保的卡兹爵士来了，洛尼只是礼貌地行了个礼，瞬间就将这个铁汉子蒙得不行。而男人带来了安迪的新玩伴，那人竟是挨打男孩乐文。来了来了，三男一女的甜宠场面来了。公爵次子有了新玩伴，可他明显不高兴，因为只要有洛洛一个就够了。可当乐文表示自己是来当玩伴兼练习对象的时候，他的态度瞬间不一样，那你就是要先学剑了，这种话你应该先说的，就让我来特别教你吧。你说谁教谁？被哥哥质疑的安迪大声反驳，当然是我教他呀，总比哥哥好吧，哥哥只是自己厉害，根本没有教人的本事。尤斯面不改色，直接来了个超强脑瓜崩，将弟弟弹飞在地上，两人打打闹闹很是亲近。乐文见状将洛尼带到了一旁坐着，卡兹爵士看着四个可爱的小娃娃，露出了老父亲般的满意微笑。很快就到了尤斯离开的时候，洛尼不舍得抽泣，男孩用手帕为妹妹擦去眼泪，并让她在家好好玩，很快就会回来。之后洛尼一个人在房间难过，艾恩端着甜点走了进来，吃点这个心情会好一点。果然小孩的情绪就是这么容易转变，他就这样开心地吃了起来。尤斯少爷说您会喜欢这种巧克力，果然心情好多了呢。眼见艾恩是真的放心多了，洛尼犹豫着问道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艾恩愣了一秒，随即热情地表示对他的喜爱，而且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就想起了我的妹妹，她是像小姐一样非常乖巧的孩子，但是您不要像她一样，因为老天会过早带走乖宝宝的。洛尼感同身受，顿时就要哭出来，我也有一个很乖很早就离世的朋友，所以我想成为医生，帮助那些乖孩子。艾恩当场被他的善良感动，鼓励他从现在就开始努力学习，然而下一秒却指着门口说出和公爵一样的话，快出去吧，对于孩子来说出去玩就是最好的学习。此刻公爵看着洛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他们已经决定领养，但是在那之前要确定他的亲生父母是否还在世。据那个孤儿院的院长透露，那个人将孩子托付过来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很尊贵的孩子，要好好照顾，所以洛尼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？孤儿院收养的女孩终于开始学习了。就在几天前，公爵夫人拜托好友普罗林子爵夫人教授洛尼知识，并希望他能将课程进度设置的缓慢一些，既不打击孩子的信心，还能给洛尼留出更多时间在户外玩耍。然而洛尼十分认真，学习的情绪也很是高涨，仔细照着老师写的模仿自己的名字，可爱的模样十分惹人喜爱。就在老师打算教他别人的名字时，洛尼红着脸问能不能先教尤斯哥哥的名字，老师欣然答应，直接写出了全名，而洛尼则盯着那张纸小鹿乱撞，俨然是一副痴心少女的模样，老师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思。不过公爵夫人即将领养他，两人以后怕是有点坎坷呀。很快迎来了洛尼的第一次出门，侍女告诉他
今天是要去给安迪哥哥买东西。洛妮十分期待这次外出，而艾恩也是如此。但是他开心的是能够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变装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这是值得纪念的第一次出门。我有很多妆造要给小姐试试呢，真是太令人期待了。我们开始吧。过了一会儿，公爵三人来到门口等候，恰巧艾恩已经给洛妮准备好了。安迪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，看到女孩的那一刻，几人都惊呆了，真是太太太可爱了。洛洛本来就很可爱，今天更可爱。洛妮开心地向哥哥道谢，而安迪说起了刚刚从小说中学到的那句话，我的妹妹，我谁都不给。大家都被他逗乐了。公爵抱起了洛妮，四人就这样朝着村庄出发。路上女孩被面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，安迪臭屁地表示以后还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，洛妮也发自真心地应和着，这让公爵十分满意。三人就这样互相交换着眼神。原来今天出门逛街是公爵夫人提议，府里没有一件属于洛妮的东西，一直用的都是他们从前给未来女儿准备的，所以侍女们才会觉得洛妮很快就会离开，因此这次是特地出来给洛妮采购的。可女孩实在是太小心翼翼，所以为了不让她拒绝，就谎称是去给安迪挑选衣服，到时候以搭配为由就能给他买一大堆东西了。很好，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。女孩第一次外出为哥哥挑选衣服，却发现所有人都围着她转，不一会儿就拿了一堆东西过来，这架势着实将她吓了一跳。这时公爵出现制止安迪和夫人的行为，说他们这样会将洛洛吓到，可自己却拿出选好的裙子，一本正经地表示洛洛更喜欢这个。女孩整个人都头晕目眩，搞不清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，她就这样拿着蝴蝶结发呆。公爵夫人关切地询问是没有喜欢的吗，洛妮只好将心中的疑问说出来，我们不是来给哥哥买东西的吗，感觉这个并不适合他。安迪在一旁听到了，急忙解释两人一直待在一起，所以只要洛洛带起来好看的东西他就会喜欢。没想到洛妮却拿出了一个彩色蝴蝶结，说感觉这很适合他。安迪整个人当场裂开，却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。公爵见状开始了自己的计划，既然安迪已经选到了合适的，那也来给洛洛挑一挑吧。洛妮认为自己已经有很多了，所以想要拒绝，安迪立马沾了上来，我想要和洛洛搭配兄妹装，这样大家才能也知道洛洛是我妹妹。就算这样，洛妮还是一副十分犹豫的模样。这下公爵直接让人将整个店都包下来，既然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那就只能这么做，如果你告诉我们喜欢什么，那我们就买喜欢的那个。洛妮属实被这豪横的做法吓到，却还是低着头没有任何表示。细心的安迪发现妹妹一直盯着一旁的鞋子看，于是替她说了出来，迎着三人期盼的目光，洛妮也勇敢地表达了喜欢。然而公爵还是偷偷地告诉店员，把和这双鞋搭配的所有衣服都包起来，不要让孩子知道。店员暗自庆贺，真是发大财了。很快洛妮穿上刚买的小皮鞋出来，几人往热闹的集市去，这里琳琅满目，真是让人喜欢的不行。安迪兴奋地拉着洛妮跑，却迎头碰上一辆飞奔的马车，好在只是从一旁路过，两人没有受伤。公爵生气地对安迪下了命令，再乱跑就滚回府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洛妮的蝴蝶结被风吹走了，他急忙追着蝴蝶结，可身后的三人却没有注意到，女孩就这样追到了小巷子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男孩的声音，你是在找他吗？刚出现的金发男孩究竟是谁？女孩以百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追赶蝴蝶结，竟遇见了一个金发男孩，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可爱，男孩故意将蝴蝶结举高，而洛妮因此发呆的模样，令他忍不住笑了出来，给，拿去吧。见洛妮犹犹豫豫的，男孩故意逗他，你是想再跟我多待一会儿，所以才不拿走吗？洛妮听完急忙一把夺走，哈哈，我是开玩笑的洛妮小姐，我只是想到了自己的妹妹。很明显男孩认识她，因为洛妮并没有说过自己的名字。男孩眼神躲闪，没有多说，直接指明了回去的方向，随后就消失不见。洛妮虽然疑惑男孩的身份，却还是急忙往回跑。公爵看到他立马就迎了上来，检查是否受伤，夫人也将他一把抱住关心状况。安迪更是直接哭了，怪自己没有保护好他。真真切切的温暖让洛妮十分感动。回去之后，艾恩问他今天第一次出门感觉怎么样，洛妮开心地展示公爵给自己买的小皮鞋，还说了遇见金发男孩的事情。艾恩觉得那没准是精灵，传说中孩子遇到困难，精灵就会出现帮助他们。天真的洛妮当场就相信了，毕竟男孩确实长得很像精灵。然而这时他却想起了游斯哥哥，心想还是游斯哥哥更帅气一点。就在这时管家爷爷敲门进来，说是家里来了客人，想见洛妮一面，是马里斯皇太子殿下和他的家人。此时碧昂卡公主疑惑地发问，那孩子难道比我还可爱？安迪得意坏了，那是当然了，等你见到了肯定会吓一跳。公主还是一副完全不相信的样子，然而下一秒看到洛妮的那一刻，她就立刻飞奔上去，围着洛妮叽叽喳喳，天啊，你是娃娃吗？还是天使？就连手也像个小宝宝一样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曾经也有这么小巧可爱的时期呢。可实际上她只比洛妮大一岁，你叫洛洛是吧？那你叫我 BB 就行了。洛妮完全是一脸懵，管家爷爷说来的是皇太子一家，那面前的女孩就是真正的公主，真令人不可思议。此刻两个幼稚鬼开始互相争抢洛妮，而这时久久没有出现的皇子来了，男孩竟是白天在巷子里遇到的那个精灵。洛妮小姐，你叫我亨利就行。
女孩凭借着极其可爱的外表俘获了公主和王子的心，只是画了一张卡通头像就让公主喜欢到不行，连连夸赞画和画画的本人一样可爱。内向的洛尼鼓足勇气表示公主也十分可爱，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。一旁的老师看着他们的互动很是欣喜，虽然因为公主让课程进步变慢了许多，但洛尼脸上却因此多了很多笑容。这时洛尼注意到了公主腿上的娃娃，得到允许后抓在手上摸来摸去，逼真的样子，软乎乎的手感都令人爱不释手。洛洛没有娃娃吗？让公爵给你买啊，他可以给你买100个。洛尼虽然喜欢，却也不好意思主动表达，于是公主提议由自己去帮忙说，吓得洛尼连连拒绝。这时皇子敲门进来，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，说妹妹又来打扰洛尼上课了。但其实他也一样，老师暗自感叹，看来今天的课是彻底上不了了。洛尼有些慌张的起身行礼，皇子却笑着让他可以放松一点，一副两人很是熟悉的样子，表面轻松，可耳朵却红到不行。碧昂卡瞬间秒懂，凑上前健步兮兮的坏笑，很明显自家哥哥是坠入爱河的，只有洛尼什么都不懂，还在一旁傻笑。原来亨利早就从安迪的书信中听说了洛尼，只是没想到竟然比信里写的还要可爱。听说你在上音乐课？是的，我在学音符，要想学好就要多听好听的音乐，也许我能帮到你。洛尼十分的捧场，而碧昂卡也自豪地说哥哥超会弹琴。果然下一秒，悠扬的琴声响起，动听到会让心脏跳出来的程度，恋爱脑的洛尼再次想起尤斯哥哥，只是感觉好像有什么不一样，还没回过神来音乐就已经结束了。皇子十分大方地表示可以将自己的老师派过来教他，他从以前就开始教皇族，一定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，不过这不是免费的，你要。于是当安迪推门进来，就看到了这样一幕。亨利，你怎么能未经我的同意就随便摸洛洛？洛洛的脸只有我可以摸。两人吵闹的模样把碧昂卡笑坏了，随后幼稚的三人开始争抢洛尼。当天晚上，洛尼准备把皇子要派老师来的事情告诉夫人，却恰好听到了两人的对话。原来皇室的神力快要见底，他们可能将手伸到皇太子殿下身上，而罪魁祸首就是卡斯特伯爵夫人。洛尼心中顿时升起一股异样，于是推门问道，刚刚您说的卡斯特伯爵夫人是谁啊？他是个无亲无故的孤儿，可第一次听到卡斯特伯爵夫人竟觉得十分心痛，于是他好奇地询问卡斯特是谁，却得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答案，他是皇帝的情妇，同时也是皇宫的实际掌权人，为了把自己的儿子送上皇太子之位，无所不用其极的人。公爵夫人不想让洛尼过早接触不好的事情，于是快速地结束了这场对话。你过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呢？哦，对了，亨利皇子说要派音乐老师过来教我，还说那位曾经也教过公主，他有没有说叫什么名字？好像是以一开头，然而以此开头的人实在太多了，于是竟意外漏了关键信息。隔天安迪和皇子开始了一场对决，两人以这场比赛的输赢做一个赌约，几个回合之后安迪还是败下阵来。乐文贴心地给两人拿来毛巾，而安迪想起这段时间的相处，觉得他还是个十分善良的人。就在这时洛尼和公主来了，几人反应都很是热情，安迪注意到乐文正两眼放光，一副很是开心的样子，难道这家伙喜欢洛洛？绝对不行，妹妹只能是我的。于是他快速冲到前面挡住，看到妹妹有些无精打采，便决定表演一下最近的训练成果。只见他摆出了起剑的架势，随后用力一挥，剑气瞬间将散落的树叶卷起。洛洛见状夸赞他十分厉害，随后赶忙扭头询问公主觉得怎么样，看表情很明显是有被惊艳到。安迪开心地向妹妹飞奔过去，却早早地被亨利拦下来，你忘了我们打赌的事了吗？今天摸洛尼脸蛋的权限在我这里，原来他们刚刚的比试就是为了这个。安迪瞬间有种被打脸的感觉，却还是想要耍赖。洛洛的脸是洛洛的，只有洛洛同意才能摸。你昨天不是说要征求你的同意吗？我不管，刚刚那都无效。洛洛你自己说，你的脸是谁的？面对三人期盼的目光，洛尼究竟会选择谁？因为实在太可爱，三个美少男争夺摸他脸蛋的特权，突然被点到的洛尼紧张到不行。皇子笑着让他不要担心，你要是不愿意，我是绝对不会摸的。安迪自信的觉得洛尼肯定会选他，毕竟他是哥哥。皇子也认为自己会被选上，毕竟一向展示的都是帅气的形象，就连乐文都忍不住小小的期待了一下。这场景像极了古代皇帝选妃，一旁的碧昂卡高兴极了，这种浪漫小说剧情谁不想当场磕 CP。 就在这时公爵出现，因为骑士就要来训练了，所以他们要先回到府邸，这不就是妥妥的救星吗？洛尼拉了拉公爵的裤子，鼓足勇气说道，请您做我脸蛋的主人吧，公爵可以随时摸我的脸。一旁的两人当场裂开，不知道情况的公爵却笑着抱起了他，虽然不知道你们在玩什么游戏，但是很高兴你能选择我。说完两人就有说有笑的往里面走去。公主安慰哥哥不要灰心，毕竟公爵确实要比他帅气，很好，并没有被安慰到。很快到了分别的日子，几人依依不舍地拉着道别。碧昂卡很是不解，明明还会再见，为什么要那么伤心？洛尼满怀期待地向公主确认，您的意思是我们还能再见面对吧？当然，公主要是忙的话也可以不见我，
跟公主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很开心。碧昂卡高兴地将她一把抱住，说两人已经是朋友，一定要经常见面一起玩。亨利看着这一幕笑了，还有些幼稚的安迪以为他还在觊觎洛洛的脸，但其实他觊觎的是洛洛这个人。于是他拿出了精心准备的粉色蝴蝶结，放在洛妮的手上，约定下次见面会送一份更好的礼物。随后马车就此开走，洛妮心中顿时有些失落。公爵夫人安慰他不要太难过，很快就会见面的。洛妮第一次主动说出自己的心里话，表达了对公主和皇子的不舍。没事的，你想公主了就告诉我，我们一起去看她就好了。洛妮很庆幸自己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一家人，于是起身行礼，感谢他们让自己每天都过得这么幸福。三人都被萌坏了，公爵夫人更是觉得妹妹说的对，洛妮可能是真的拥有能让所有人都觉得她很可爱的神力。就在这时，管家急匆匆的来报，现在门外有个女人，自称是洛妮小姐亲生母亲。公爵打算领养从孤儿院带回的女孩，可这时自称是亲生母亲的女人竟找上门来了。公爵总感觉事情有些蹊跷，而公爵夫人更是十分难过。如果她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，那么洛妮就会理解跟着母亲离开。想到这里，她的心都要碎了。公爵看出夫人的顾虑，但现在还不确定女人的身份，一切都等到见了面再说。于是公爵吩咐手下，在自己会客的期间，尽快去查清真相。与此同时，公爵夫人来到了房间，打算和洛妮单独谈一谈，将儿子支出去之后，询问洛妮是否还记得亲生母亲的长相。在得知当时太小没有印象之后，夫人还是将她母亲到来的事情说了出来。突如其来的消息令洛妮难以接受，不过现在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她的真假。你除了在孤儿院用的名字之外，还有别的名字吗？女孩完全都不记得了，只知道是母亲将自己送到了孤儿院。此时公爵正在会客厅，女人介绍自己名叫路伊莎贝内特，而洛妮原本叫做科尔罗伊，是死去丈夫取的名字，因为当时生活实在太困难，所以将她送到了孤儿院，取了一个类似的名字罗尼。原本以为孤儿院是个比较靠谱的地方，没想到院长竟然那么恶毒。后来我去找孩子的时候，听说他被人带走了，您都不知道我有多惊讶，像您这样位高权重的人，竟然会收养我这样卑贱之人所生的孩子，甚至还愿意资助他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女人的神情令人生疑，可公爵考虑到她和洛妮相同的发色，并且知道是哪家孤儿院，认为女人确实有可能是洛妮的生母，但是一听到公爵府要资助孩子，这才跑过来相认，未免也太势利。公爵想过就算她是生母，也没必要将孩子还回去，但是如果洛妮想要和母亲生活，也没有立场阻拦。就在这时，公爵夫人带着洛妮进来，女人立刻冲了上去，一把将孩子保住，洛妮顿时被吓得愣在原地。凭空出现的女人自称是公爵养女的亲生母亲，一看到孩子就立马冲上前抱住她。洛妮被吓得呆在原地，公爵夫人见状急忙将人一把拉开，你没看到孩子已经被吓到了吗？就算你是亲生母亲也请不要这样随便碰她。此时公爵上前温柔地询问洛妮对科尔罗伊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印象，然而洛妮根本想不起来。女人哭得难以自持，情真意切地向洛妮表示歉意，对不起，是母亲来得太晚了。洛妮本以为见到母亲会很开心，但是现在的心情却像是院长站在面前一样令人害怕。公爵将两人暂时安置在了客房，并让受到惊吓的洛妮先回去休息。洛妮满脑子都是即将离开这里的难过，听到消息的安迪也急忙跑来询问是不是真的要离开这里。如果她真的是你的亲生母亲的话，你就会离开这里回到她的身边吗？洛妮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下一秒安迪就被卡兹爵士抓了起来。原来现在还是训练时间，安迪只是偷偷跑出来的。安迪不断在背上挣扎，希望洛洛不要离开。这下洛妮更加害怕，一旦离开这里就再也见不到安迪哥哥、公爵夫妇、艾恩和老师，还有尤斯哥哥。想到这里他就忍不住落泪，艾恩只希望他能够幸福，跟随自己的心意就好。洛妮意识到自己只有即将离开这里的不舍，竟然丝毫没想起母亲，并且只要一想到可能和母亲一起生活，就觉得头晕并且瑟瑟发抖。这时乐文突然出现，是公爵派来保护他的，可洛妮却推辞道，说不定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。可乐文却很是坚决地表示，不管洛妮走到哪里，自己就会跟到哪里。此时的客房内，跟随着女人的侍女正感叹着公爵府的豪华。路易莎突然一阵坏笑，看来那孩子根本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了，连母亲都不记得，真是可怜。那我就努力让孩子接受我这个母亲吧，难道她真的是洛妮的亲生母亲吗？女人凭借着一头粉色的长发，声称自己是公爵养女的亲生母亲，可其实前几天她刚去过孤儿院，用几颗糖果和孩子们拉近了距离，并趁机打探了洛妮以前的事情。在得知她总是一个人偷偷躲起来，猜测肯定是为了隐藏自己女孩子的身份。很快第一次正式用餐开始了，女人从未见过这么丰盛的餐食，不顾形象地拿起餐具大口吃了起来，一副饿死鬼投胎的模样。
而安迪则像从前那样贴心地为妹妹切好了最喜欢的食物，公爵也递来了最新的菜品，就连夫人也准备了最爱的饭后甜品。女人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露馅了，赶忙将东西推到她的面前，并解释自己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食物，所以才会这样，以后一定会加倍补偿的。这些话让公爵夫妇很是难过，感觉随时就要失去洛妮。就在这时，管家前来表示有急事需要禀告，偌大的餐厅只剩下三人，安迪害怕妹妹马上就要离开这里，于是打算趁着还在身边的时候多在一起玩耍，拉着人就往外面跑，而所谓的母亲还在狼吞虎咽，一个眼神都没有留给他。与此同时，公爵看到了近期打探的报告，知道女人的身份和他自己阐述的一致，很奇怪的是上面写着他曾去过孤儿院，说是要领养孩子，所以很有可能是借着领养的借口去打探洛妮的消息。因为那时候院长说过，送孩子过去的人表示孩子身份尊贵，而女人却不止一次说自己是卑贱之人。公爵很是自责，不应该这么着急就让他们见面，到头来伤害到的还是洛妮。这时他猛地想起孩子们还跟那个女人在一起，急忙下令让骑士将两人拿下。此时假扮侍女的女人因为没能吃到公爵府的早餐而生气，不过现在只要把洛妮哄骗出来就行。原来她是之前因为虐待洛妮而被赶出去的侍女的妹妹贝斯。恶毒的两人为了报复制定了一个计划，找到容貌相仿的路易莎，花了一大笔钱雇佣她一起演戏。她已经想好等大赚一笔之后再将洛妮丢到没人知道的孤儿院。然而这时她却碰上了四处搜查的侍卫，很明显公爵是发现了什么。恰好这时路易莎出现，还在沾沾自喜地阐述早餐有多好吃，贝斯立刻拉着她就往外面跑。公爵得知没能抓到两人的事情，阴沉着脸让他们加大搜索力度，而且一个平民不可能这么熟悉府里的情况，所以公爵府肯定有一个共犯。这话听得两人心惊胆战，于是他们准备将魔爪伸向洛妮。此时梁小芝正在草坪玩耍，安迪一想到妹妹将要离开就十分难过，可他又不能阻止妹妹和亲生母亲离开，无论何时你都可以回来玩，我等着你。两人就这样抱在一起痛哭流涕。这时两个坏女人突然出现，路易莎以想要和她单独聊聊为由，强装着微笑向洛妮张开双手。克尔罗伊，到母亲这边来。女人为了骗取钱财假冒公爵养女的亲生母亲，被发现之后立刻找到女孩打起了感情牌。安迪虽然不舍，却觉得不能阻止他们母女团聚，于是交代完几句话就转身离开。而女人见洛妮有些犹豫，立马用起了苦肉计。我知道我不配做一个母亲，但是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向你保证会尽最大的努力弥补你。洛妮顿时感动不已，哭着朝母亲的怀里扑过去，可当她触碰到女人的那一刻，却感受到了一阵酥麻的痛感，好像被针扎了一般，而母亲身后也冒出了阵阵黑烟，于是害怕的连连后退。这时远处传来搜查的声音，女人瞬间露出凶狠的模样。就在她即将触碰到洛妮的前一秒，乐文帅气登场挡在面前。刚离开的安迪也折返回来查看情况，很快女人就被骑士逮捕，而公爵也心疼的将洛妮抱在怀里轻声安慰，你只是做了一场噩梦，好好睡一觉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此时两个女人还在互相攀咬推卸责任，洛妮终于不受控制地哭了出来。当天晚上她就发起了高烧，公爵夫妇立马叫来了家庭医生，公爵夫人更是心疼到落泪。洛妮看着面前的一幕觉得很是温暖，安迪哥哥肯定也在担心自己，还有尤斯哥哥，他就这么想着想着随后就睡了过去。等他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，竟发现外出学习的尤斯哥哥就出现在面前。女孩震惊地坐了起来，原来尤斯从公爵夫人的信中得知洛妮的遭遇，于是连忙赶了回来。他拿来一旁的粥说道，你现在应该没什么力气，我来喂你吧。洛妮十分不好意思，急忙表示已经恢复可以自己吃饭，虽然母亲是假的，但是遇到这么多好人让他觉得很是幸运。很快洛妮就恢复了健康，几人又像从前一样快乐玩耍。练完剑的尤斯也来加入他们，这次由他来找人，安迪拉着乐文一下就没了踪影。洛妮紧张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这时想起了乐文刚刚躲在沙发下面，于是快速往里钻，没想到却被挂住。尤斯一扭头就发现了洛妮，立马上前帮他拿掉，可爱的模样令尤斯笑了出来。这下洛妮被羞得眼泪都出来了，抱歉，你真是太可爱了。听到尤斯哥哥的夸奖让洛妮心动不已，于是他十分认真地说道，尤斯哥哥，我真的真的好喜欢你。直球女孩对着哥哥大声表白，哥哥温柔地摸了摸她的脑袋，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喜爱。这时已经藏好的两人听到洛洛的大声呼喊急忙跑出来，可因为游戏规则却被抓了个正着。单纯的安迪只顾着和哥哥辩驳刚刚的情形，而细心的艾文发现地上失落的女孩，急忙伸手将她扶起。顺着女孩的目光，她发现了一个秘密，那就是女孩喜欢尤斯的事情。虽然她的心里也很是难过，但只要能看着洛妮获得幸福，那么她就很满足了。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很快就过去了，尤斯终究还是要回到学院继续学习，洛妮整个人都闷闷不乐的，就连平常最爱的小蛋糕都没有心思吃了。公爵夫人以为她的身体还没恢复，十分担心的让她回去休息。洛妮一听，赶忙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
我没事，蛋糕很好吃。公爵夫妇还是再次为了这次的事情道歉，很抱歉让你遭遇这种事情。我们想和你成为真正的家人，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依赖我们。所以你要不要做我们的女儿？洛妮内心很是纠结，她知道公爵一家都是很好的人，遇到他们是三生有幸，和他们在一起可以永远的幸福下去。但是仔细思考之后，她还是回绝了。对不起，我还是想再等等母亲。虽然我想不起来他的样子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把我送到孤儿院，但是我想再见见他，把这些事情都问清楚。公爵夫妇表示十分理解，并将洛妮抱在怀里。你不用感到抱歉，等你解开心结的那一天再告诉我们吧。洛妮就这样感受着夫人温暖的怀抱。几天后，公爵夫人提议办一场茶会，毕竟洛妮现在还没有什么同龄朋友，但洛妮生怕再遇到像莉迪亚小姐那样的让安迪哥哥替自己挡枪，于是变得十分犹豫。夫人宽慰她举办茶会可以邀请想要邀请的人，比如碧碧公主。洛洛又小小的期待了一下，没准能遇到像公主那样温柔的朋友，于是她下定决心一样表示自己想去参加茶会。很快时间来到了茶会当天，洛妮被好好打扮了一番，又可爱出了一个新天地。怀着紧张又激动的心情，今天的她能否顺利交到朋友？很多小伙伴们问可爱的洛妮上哪看，认准这个打开之后完整输入洛洛看韩漫，点击即可免费看。公爵夫人为收养的女孩举办了一场茶话会，却不曾想竟让女孩陷入一场风暴之中。今天是茶话会的当天，这里被布置得十分精美，洛妮简直不敢相信会如此隆重，于是她真心地向夫人表达了感谢。这时乐文突然出现，今天的她也经过了精心的打扮，看起来比平常还要帅气几分。原本夫人想挑选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陪伴，但是公爵却认为乐文会更好一点，不仅和洛妮相熟，还参加过不少社交活动。好在乐文的出现也确实让洛妮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。突然侍女送来了一封信，原来碧昂卡公主昨天发起了高烧，虽然十分期待这次见面，却还是没办法起身，所以今天来不了吧。夫人很是担心，但是茶话会已经开始，现在取消根本不可能。而洛妮确实也产生了退缩的意思，可是她不想浪费夫人的一片心意，于是主动表示自己没问题，而且还有乐文在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夫人觉得欣慰的同时也告诉她，如果有感觉不自在的地方可以先行离开。就这样茶话会开始了，来人是伯爵府的阿格尼斯，还有子爵府的西维亚。三人相互介绍之后，夫人打个招呼便离开了这里。而三人刚坐下来，阿格尼斯就开始表示自己的羡慕，听说是公爵府在资助你，就连你的礼服也好漂亮。然而西维亚却突然说起了他们喝的茶，没想到还是巴兰山上最上等的茶叶，但很明显洛妮对此一窍不通，这引来了西维亚的不满。明明是个没落的贵族，竟然能享受这么好的资源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这时他注意到了一旁的乐文，故意难为地问道，他是公爵府安排来伺候你的吗？是因为长得帅你才选的他吗？洛妮支支吾吾不知道如何解释，毕竟乐文并不是自己的玩伴。西维亚见状不怀好意地笑了，难道是有什么我们不能知道的关系？然而话还没说完，乐文便开口维护道，很抱歉打扰你们说话，但是小姐是我选的人。孤儿院女孩第一次举办贵族小姐的茶话会，就遭到了不怀好意的子爵小姐欺负。艾文霸气挺身而出，说自己已经决定将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她，随后对着慌张的洛妮露出一个安心的微笑。没能如愿的西维亚气得牙痒痒，为什么这么优秀的男孩子会是洛妮的玩伴，而自己的侍童却这么差劲？说吧，你值多少钱？我可以比他给的更多。乐文看他就像看傻瓜一样，洛妮也急忙解释乐文不是那种人。然而西维亚却明显不愿罢休。就在这时，公爵府的罗莱娜小姐到了，她是帝国仅有的三大公爵之一的亚丽莎家族的独生女，即便小小年纪却也尽显贵气，甚至传言她会成为社交圈的女王。公爵夫人是不得已才邀请她，真不知道对洛妮来说是福还是祸。此刻洛妮将手中的泡芙递给了罗莱娜，好在没有被拒绝，这让她多了一点信心，或者两人可以成为朋友也说不定。这下一旁的西维亚更加生气了，凭什么她能够邀请到尊贵的罗莱娜小姐？就在这时，阿格尼斯突然问道，我母亲听罗丹侯爵说公爵大人是出于那种目的才把你带回来的，可具体是什么他却没说，所以到底是什么呀？洛妮知道自己孤儿的身份已经被隐藏，所以不好直接说出真相，可一旁不怀好意的西维亚却开始接茬，一直暗示公爵有恋童癖，这才将洛妮带回来。洛妮可以从西维亚的身上感受到一种十分不好的气息，和当时那个假冒的母亲一模一样。洛妮你也不知道吗？他怎么可能不知道，毕竟都已经亲近到可以为他开这种茶会了。洛妮虽然没能知道他们是在揣测什么，但是可以确定是在侮辱公爵大人，他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，于是鼓起勇气十分坚定地反驳道，别说了西维亚，公爵大人不是那种人。然而这时一直沉默的宫女罗莱娜却突然笑道，挺有趣的呀，为什么不让他说？如果茶会上没有这样的话题，那该有多无聊啊。懦弱的女孩勇敢挺身为公爵证明，称他是个好人，不许子爵小姐说他坏话。然而一旁的宫女罗莱娜却表示这才有趣，示意他继续说。西维亚开心极了，
认为这是和公爵之女攀上关系的绝佳机会，还能趁机除掉骄傲自大的洛尼。我听说公爵大人本身就很喜欢小孩，这才用资助的借口将人带回。我还听说那些孩子都失踪了。洛尼生气了的大声反驳，公爵大人绝对不是那种人。西维亚则趁机装作一副无辜的模样，想要博取好感，没想到罗莱娜却直接反驳，传闻应该有误吧，公爵大人绝对不会做那种事，况且罗丹侯爵夫人也不会随便传出那种谣言。原来罗莱娜知道公爵拒绝给罗丹侯爵夫人放款的事情，没想到竟然会因此受到诽谤。基于这种情况，西维亚和阿格尼斯，你们是不是该给洛尼道个歉呢？伯爵小姐立马真心向洛尼表达了歉意，而西维亚则气愤不已，直到被宫女再次提醒，这才不情不愿地走了个过场。洛尼终于喜笑颜开，如果你们亲眼见到公爵大人，肯定也会喜欢他的，虽然一开始是有点可怕，可实际上却是个很温柔的人。阿格尼斯顿时开心不已，希望能去洛尼家里玩，还能见到尤斯少爷。如果你邀请我们的话，我也会邀请你们的。三人其乐融融的在一起拉钩约定，洛尼开心极了，感觉罗莱娜和公主很像，都是很好的人。单纯的他没有记恨西维亚，主动邀请他加入，而为了讨好宫女罗莱娜，即便心里再不高兴，他也笑着答应。没想到罗莱娜却用异样的眼神将他吓了一跳，他打心底觉得这一切都怪洛尼，可面上却还是笑着加入了他们。然而当他的手放在最上面的瞬间，洛尼顿时感受到一阵刺痛，场面突然变得十分尴尬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公爵从孤儿院领养的女孩竟有着皇室血统，第一次茶话会终于圆满结束。洛尼开心地告诉艾恩，自己交了三个朋友，宫女罗莱那个方面都很优秀，阿格尼斯好奇心比较强，而西维亚。洛尼突然停顿，觉得她浑身透露着奇怪的气息，可女孩没有多想，只觉得是她心情不好才会这样。为了不让艾恩担心，她并没有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说出来。然而就在她打算去睡觉的时候，竟突然感受到一阵疼痛晕死过去，随后就再次发起了高烧，所有人都紧张地陪在她的身边，而安迪更是担心地大哭，我不能没有洛洛，你治好洛洛，那我就什么都答应。家庭医生被这一幕逗笑，开始和小孩开启了玩笑，什么都答应吗？那可以让洛洛小姐成为我的妹妹，跟我走吗？见安迪真的被吓到，医生立刻解释自己是开玩笑的，小姐并无大碍，就是可能还不太适合参加茶话会。公爵夫人有些自责，是自己太过心急了，之前冒牌母亲的事情发生也病了一场，不过总觉得洛妮的身体有点羸弱。公爵夫人突然想起自己像她这么大的时候因为神力也曾这样，而且家庭医生说洛妮的恢复力异于常人，难道洛妮也拥有神力？那么这就意味着洛妮是皇室血统。隔天洛妮就已经完全恢复，两小只开心的在草坪上玩耍，这时公爵夫人突然出现，说是要大家一起喝个下午茶，庆祝洛妮恢复健康，随后就将安迪支走。公爵夫人决定确认一下洛妮是否真的拥有神力。孩子，我有话问你，你有没有感受到过陌生的气息？公爵夫人怀疑领养的孩子是皇室的公主，想要确认她是否拥有神力，于是询问是否有在特殊情况感受过陌生气息。洛妮确实有过那样的经历，生怕自己是有什么问题让公爵夫妇操心。不是那样的，只是我在担心你还有哪里不舒服。洛妮一听便放心，将自己的异样说了出来，之前见到假冒的母亲和西维亚就是那样，即便他们是笑着的，即便对自己表现得很好，还是有种奇怪的感觉，甚至会十分恶心。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，但是仅仅凭借这个并不能确定是有神力的表现，说不定只是比普通的孩子更加敏感罢了。想要准确的知道，那就要将神力释放进他的体内，但如果是不同类型神力就会互相碰撞，让人陷入危险，所以夫人并不愿意这么做，或许可以想想其他更为安全的办法。隔天侍从拿来了公爵大人交代的东西，不过看表情好像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。这时洛尼突然出现，公爵大人跟做贼似的将东西藏了起来，并笑着和孩子打招呼，我最近公务繁忙都没有时间见你。洛尼立即笑盈盈的行礼，公爵大人您近来是否安康？公爵顿时难过不已，洛洛这是和自己生分了。而安迪也大笑起来，因为家里没人这么问安，洛尼顿时羞得满脸通红，这是他跟公主学的礼仪，没想到闹出这么个乌龙。安迪手把手的教他在家里怎么正确的问安，瞬间把公爵可爱到不行，你们这是要去哪里？在得知是要去见公主和皇子之后，公爵便笑着让他们玩得开心。突然他想到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情，将安迪一把抓住，你没忘记那时的那个事件吧？他们说的是上次洛妮被皇子吻手里的事情。两父子当即下定决心，这次绝对不能再发生这种事。女孩第一次进宫竟意外知道拥有神力的事情。就在刚刚，洛妮和安迪抵达皇宫花园，公主准备了饼干为没能参加茶会的事情道歉。洛妮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发自内心的说着没关系。而吃货安迪看着美味的饼干就要上手，却被碧昂卡当场制止。
两个欢喜冤家你争我吵，互不退让。亨利皇子问起茶会怎么样，有没有交到关系比较好的朋友。洛尼说起这个就滔滔不绝，交到了三个新朋友，有罗莱娜和阿格尼斯还有西维亚，真是万幸去参加了茶话会。碧昂卡没想到连宫女罗莱娜都去了，毕竟到公爵府参加茶话会甚至会上升到政治层面。亨利注意到洛尼笑容满面的，比以前开朗多了。洛洛你尝尝这个饼干超级好吃。就在洛尼即将拿到饼干的时候，安迪猛地一口抢走，因为上次的事件，所以他决定绝不给亨利接近洛洛的机会。这时公主问起今天要玩什么游戏，洛尼纠结了一会儿，微笑着表示想玩过家家。亨利立刻见缝插针，洛洛当妈妈，我来当爸爸吧。安迪也不甘示弱，抢着要当爸爸，两人互相争斗不肯退让。洛尼见状急忙喊停，我有一个好主意，而他说的竟是让艾文来当爸爸。两人依旧针对谁当哥哥争得不可开交，只有艾文在心里默默暗爽。大家这是干什么呢？你们不都知道家人之间是不能结婚的吗？从小没有家人朋友的洛尼并不清楚这件事，原来除了皇室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以结婚之外，其他有家人关系的都是不被允许。传闻在神力普遍的年代，贵族人家会领养有神力的小孩，让他们和家族里的人结婚，以此获得神力。后来为了阻止这种行为定下了明确的法律。洛尼伤心极了，这意味着和公爵成了家人就不能和尤斯哥哥结婚了。不过怎么知道有没有神力呢？碧昂卡嘲笑安迪的无知，随后自然牵起洛尼的手进行演示，像这样将神力释放到体内就知道了，如果没有神力就不会有任何感觉。然而下一秒手上就传来酥酥麻麻的电流，碧昂卡一整个惊呆了，随后不可思议地问道，洛洛你是有神力吗？女孩拥有神力的事情被发现了，公主急忙将这件事告诉公爵夫人，而夫人其实也早有猜测，如今公主意外将纯粹的神力注入洛尼体内，两人之间还产生了共鸣，那就意味着洛尼很可能拥有同样的皇室神力。公爵希望女孩先不要告诉别人，至于后面的原因她就没能听进去了，只觉得十分开心，竟然和尤斯哥哥一样拥有特殊的神力，好像离她更近了一点，因此答应不会说出去，之后就笑着离开了房间。几天后洛尼收到了阿格尼斯的邀请函，一边期盼这次的聚会，一边想着要带什么礼物。突然周遭刮起了一阵风，吹走了他手上的信件，洛尼急急忙忙地去追，却来到了一个阴森可怕的洞穴。即便这样他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进去，这里根本不像是一个地下室，反而有些庄严肃穆。突然面前出现一把利剑，从里面传来了一股超强的气息，好像在召唤自他一样。洛尼正要伸手去抓，身后却传来了尤斯哥哥的声音，洛洛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洛尼实话实话是进来找邀请函的，随后忍不住朝着那把剑看。尤斯看出了他的好奇，主动介绍起来，这是家族的神物阿雷斯之枪，看着好像是剑，但只要将神力注入就会变成枪的模样。尤斯虽然想要展示一下，可现在的他还做不到，因为想要继承这把神物就要将原主人印记上的精神力彻底清除才行，等清空之后再将自己的神力烙印上去，然后同化到神物之中，完成这一步才能真正成为神物的主人。不过现在的我还差很多。见尤斯哥哥好像有些沮丧，洛尼急忙坚定地表态，我相信您一定能做到的，所以不要太勉强自己。此刻的尤斯已经决定，为了保护洛尼，一定要巩固自己作为下任家主的地位。时间很快就到了聚会当天，公爵夫妇亲自将洛尼送到外面，无论是传言中可怕的公爵对他轻声细语，还是这个送行的豪华队伍，就连真正的宫女都没有这个待遇，这引起了西维亚的嫉妒，可他却在看不见的地方发出了坏笑。就在马车行驶到半路的时候，西维亚突然表示想要去方便一下，随后就独自一人跑进了小树林。艾文总觉得十分奇怪，正打算下车去检查一下周遭，下一秒一支利箭就朝着洛尼飞了过去，成千上万的利箭朝着马车射了过去，瞬间将所有门窗射穿，年幼的洛尼被吓得瑟瑟发抖，而乐文则冷静提议离开马车。这时草堆里走出几个彪形大汉，士兵们的注意力都被转移到他们身上，而草丛里还有一个人偷偷对着马屁股射出了一支箭，顿时马儿吃痛地跳了一下，马车瞬间失去了平衡，眼看车厢就要压在洛尼身上，艾恩眼疾手快地将人救了下来，自己却昏了过去。这时正在抵抗马匪的乐文突然大喊，小姐您不要担心任何事，快跑。洛尼这才稍微回过神来，或许自己离开这里才是对大家最好的帮助。然而还没等他采取行动，一个男人就从身后抓住了他，乐文拼尽全力解救，就算面对凶狠的土匪也毫不退让，然而下一秒就遭到土匪头子的重创，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洛尼被带走。姗姗来迟的西维亚看着现场的伤亡，顿时觉得自己闯了大祸，他本以为罗丹侯爵小姐只是教训一下洛尼，没想到竟然会做出这种事。此刻公爵夫妇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亲力亲为地做着洛尼的用款小娃娃，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做好了，但他们仍旧觉得这个紫色水晶和洛尼的眼睛根本无法相提并论，所以公爵花了天价拍下了一颗紫色钻石，
现在就等着送过来换上。夫人已经开始想象洛妮拿到玩偶开心的连蹦带跳的可爱模样。然而这时侍卫匆匆来报，洛妮小姐被敌人绑架了。公爵立刻下令一队人马前往萨巴森林搜寻，但因为那是提尔内伯爵的领地，所以就算是公爵也不能随便插手。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，那就是承诺会欠一个人情。侍卫的表情十分震惊，因为这是一个很有含金量的保证，有恩必报的马尔斯家族能说出欠人情这种话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公爵得知有部分的马匪被活捉正关在地牢，顿时神情阴冷地说道，给我带路，我要亲自审问。此时皇子和公主正巧来到了公爵府，本想给洛妮一个惊喜，却不曾想听到这么一个坏消息。身为皇子的亨利不能随意插手贵族间的事情，但这事关洛妮的安危，他不能袖手旁观，于是决定偷偷混进搜索队。与此同时，被绑架的洛妮缓缓醒了过来，看到面前的蒙面人，急忙闭上眼睛，准备寻找合适的时机给公爵留下线索。这时马车突然颠簸，蒙面人衣服上的纹样露了出来，洛妮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罗丹侯爵府的象征，所以幕后黑手是莉迪亚小姐。女孩遭遇一场有预谋的绑架，而幕后黑手竟是公爵妹妹的女儿，可怜巴巴的模样引起了绑架犯的愧疚和恐惧，毕竟他们身为骑士也有自己的荣誉，何况女孩还是马尔斯家族资助的孩子，被发现怕是小命不保。这时洛妮带着哭腔地问道，我能去方便一下吗？好在几人只是口头警告一下，就没有再盯着她。现在的情况不可能跑得掉，于是他东张西望寻找可以写字的东西，准备留下一点线索。虽然他很怕疼，但是能够回到家人身边才是最重要的。于是他将自己的嘴唇内侧咬破，并把袜子脱下来，在上面写上了几个英文字母，希望公爵能凭借这个找到自己。独自在马车的洛妮伤心极了，不知道受伤的乐文怎么样了，还有那些骑士叔叔们，他真的好想大家。突然马车停了下来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哎呀，这副样子也太适合你了。来人果然是莉迪亚，恶毒女孩不由分说的就给了洛妮一个巴掌，力度之狠将骑士都吓了一跳。那时没能打你的耳光，现在加倍赏给你了。如今没有安迪可以帮你抵挡，也没有尤斯哥哥让你撒娇，该怎么办呢？莉迪亚笑得十分癫狂，一点都不像一个小孩该有的模样。明明从一开始无端受委屈的就是洛妮，可莉迪亚却恶人先告状。你就别期待舅舅会来找你了，因为你永远都不会见到他们。洛妮心下一惊，难道您是要杀了我吗？我可不是那么坏的人，我只是要把你送回该待的地方罢了。莉迪亚笑得十分阴森，顿时让洛妮想起那段黑暗的日子，究竟谁能来救救她？与此同时，公爵已经带着人马抵达森林。乐文因为没能保护好洛妮而十分愧疚，完全没去想自己也还是个孩子，何况他又受伤了。公爵大人，对于这次的事，我能说说我的想法吗？你想到了什么？提内尔伯爵领地是非法经营的滋生地，贩卖奴隶是很常见的事情，而最大的港口恩波克更是买卖人口的温床，所以那个地方很令人在意。公爵认为这个情报非常值得相信，于是立刻派人前往。恰好这时安迪找到了洛妮留下的线索，上面的字分明是在暗指罗丹侯爵府，难道幕后黑手就是他？于是公爵让人去侯爵府确认，并将年幼的安迪先送回府，随后就火急火燎地带着人马前往港口。此刻的洛妮被关了起来，摸索了一番，发现一旁竟是卫生间。既然这样，为了除味肯定会有通风口，在被发现前一定要快点离开这里。可当他爬上窗口的时候，房门竟被一把撞开，为了不再被抓回去，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，向着茂密的林子冲刺。女孩遭遇绑架，即将被当作奴隶贩卖，于是她找准时机就冲进林子里。可没过一会儿，迎面却撞上一个人。女孩以为自己又要被抓走，可没想到那人的声音却温柔的像个天使。孩子，你是迷路了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洛妮并不认识面前的人，但直觉告诉她不是坏人，于是回答道，我叫洛妮，您能帮帮我吗？面前的人一下就认出了女孩拥有真实之眼，那是只有皇室子孙才能使用的，就算是现任皇帝都没有这么强大的神力。还没等他确认女孩的身份，绑架女孩的骑士就又追了上来。洛妮瞬间像是一只受惊的兔子，快速朝着一旁躲了进去，而银发女人则向着反方向给绑匪指路。可当她支走男人之后，却发现草丛里早已没了人影，不过很快他们就会再次见面。此时得到皇子帮助的公爵已经来到恩波克港口进行搜寻，他坚信洛妮一定还在这里，毕竟绑匪会趁着凌晨警卫松懈的时候行动，于是当场下令就算是普通民宅也不能放过。另一边跑了一天的洛妮就快找到一户人家，可下一秒却再次被抓了回去。你再逃一次试试，到那时我可真的不会放过你。男人阴沉沉的模样令孩子们都吓得抽泣起来，洛妮也强行捂住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就在这时外面有人进来说道，出大事了，有敌人突袭，看样子像是贵族士兵。洛妮觉得一定是公爵来救自己了，于是趁着两人说话的间隙冲了出去，并迅速将门锁住，一刻都不敢耽搁的向外冲。
因为他知道这次没成功可能真的就逃不掉了。可他没想到不远处还有一扇门，而且根本怎么都推不开，身后不断传来绑匪的嗤笑声，洛尼只能调转方向寻找其他出口。他真的害怕极了，难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？下一秒他就猛地撞上一个男人，本能的害怕到抱头痛哭，求求你不要过来，求求你。然而下一秒那熟悉的声音传来，洛洛冷静一点，没事了没事了。原来是公爵大人，这时尤斯哥哥也急切地朝着他飞奔而来，你没事真好，要是没有找到你，我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洛尼立刻扑进哥哥怀里，生怕这一切都是梦，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，他就这样睡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行人回到公爵府，洛尼也从梦中醒来，一下就扑到夫人怀中痛哭起来，大家都沉浸在失而复得的喜悦之中，而公爵府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机，所有人都在争夺和洛尼待在一起的权限。尤斯少爷却直接向洛尼发出邀请，就这样一行人一起向着幸福的未来前进。孤儿院女孩竟是皇室血脉，得知这件事的洛尼没有丝毫欣喜，反而选择继续现在的生活，对她来说这里才是真正的家。很快几人长大了，尽管洛尼知道自己拥有神力，可生活还是一如既往，这也是她平凡而又渺小的心愿。善良的洛尼为了赈济平民当起了志愿者，但随着帝国发动领土扩张战争，受伤的人数也在日益增长，于是马尔斯家族建立了一座别馆，专门用于伤员的治疗，而洛尼也偷偷使用神力救治一些痛苦的人。这几年的经历让他更加感恩公爵一家，这份恩情永远都还不清，所以他想将幸福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就在这时，艾恩拿来了一封信，洛尼激动的不行，猜测是去了战场的尤斯哥哥的回信，可没想到竟然是皇室发来的邀请函。原来碧昂卡公主和亨利殿下的生日就要到了，洛尼十分感慨，因为战争的缘故大家很久都没见过面了，可只有艾恩知道这是公爵不让他和亨利皇子见面采取的措施。就在这时，外头响起一阵敲门声，有客人到访，说是来找当年丢失的孩子，这些年有数不清的人前来相认，可经过神力探测却都是假的，因此洛尼虽然难过却也能很快恢复过来。不知不觉中，公爵夫人的脸上也冒出了皱纹，可在他眼里洛尼依旧是那个还没长大的小女孩。然而平静的生活即将被打破，今天是皇室宴会的当天，洛尼和哥哥以及夫人一起出席，许久不见的小姐妹开心地拉在一起叙旧，而亨利皇子也急忙出来刷存在感，看着那一脸的害羞模样，就知道他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喜欢洛尼。还在磕 CP 的碧昂卡被突然出现的安迪吓一跳，瞬间就像一只炸毛的猫一样，两人还是如同儿时一般打得闹闹，洛尼也不禁磕起了两人，但还是忍不住想着要是尤斯哥哥也在就好了。一想起尤斯哥哥，洛尼的心就忍不住扑通乱跳，可这么多年还是不明白究竟是种什么心情。眼见被几人发现，洛尼害羞的急忙逃离现场，却不小心撞倒了一个人，神力竟然毫无征兆的显现。为了不暴露自己拥有神力的事情，洛尼急忙低下头道歉，因此他也没能看到面前的女人，却不知女人盯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着，这个女孩和我认识的洛尼很像，那个孩子难道是她？小孤儿和皇帝的情人究竟是什么关系？卡斯特夫人在宴会上碰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命人打探后惊奇地发现，那孩子最开始到公爵府时叫做罗尼，然而他却不愿相信那就是自己的洛尼，毕竟多年前亲自确认过孩子已经死了。很快公爵夫人就知道有人调查的事情，并且那是卡斯特伯爵夫人的侍女。夫人有些疑惑为什么卡斯特夫人会调查洛洛，可下一秒却有了猜测，曾经卡斯特还未婚的时候就消失了一年之久，不少人猜测是躲起来偷偷生孩子。不管真相是什么，夫人都无法坐视不理，于是决定先一步采取措施。很快时间来到了洛尼的生日宴会，几乎所有的贵族都到场了，听说是要宣布将洛尼正式迁入公爵家的户口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，希望大家可以玩得愉快。大部分人只一眼就被洛尼吸引，不仅可爱还那般落落大方，不过还是有少部分的人眼神中带着敌意，拥有神力的洛尼可以清晰的感受，不过他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只是在这种时刻越发想念尤斯哥哥。就在他一个人发呆的时候，安迪默默走了过来，一脸担忧地问他有没有被哪家少爷纠缠，毕竟自家妹妹这般漂亮，别人怎么会无动于衷，所以但凡有人骚扰你就告诉哥哥。安迪越说越激动，顿时引起一阵不小的骚乱，洛尼不想被别人这样围观，于是自己一个人跑到外面散心，可却再次遭受一些不好的言论，最后甚至恶意揣测他和公爵大人的关系。公爵又不在，要不我们去搭个话吧，说不定他和我们很聊得来呢。说着几个猥琐男人就拦住了他的去路，还出言调戏，可下一秒安迪却突然出现，嘴真碎啊，看来马尔斯家族在你们眼里很可笑啊。男人被当场抓包，虽然慌张，却仍旧觉得这只是一点小事，不必拿出来追究。安迪却不这么想，竟敢羞辱自己最爱的妹妹。就当他要发作的时候，洛尼竟将他拉住，哥哥我们没必要和这种不尊重贵族名声的人打交道。几个男人反应过来顿时羞红了脸，纷纷要安迪主持公道，可安迪却对妹妹的反应十分满意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
处传来一阵好听的男声，看来你们的日子是过得太安逸了。尤斯对着三人就是好一顿教训，然后出现的是公爵大人，阴质狠辣的目光一下就将几人吓得屁滚尿流。你们这几个家族的人以后休想再踏入马尔斯家族的领地。让警卫将人拉出去之后，洛尼开心地扑到公爵怀里，眼泪汪汪地抒发着心中的想念。接着是尤斯哥哥，只是对视一眼，心脏却好像漏了半拍，完全冷静不下来。这时尤斯哥哥像小时候那样将他举高高，担忧地说他像羽毛一样轻，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。洛尼瞬间满脸通红，害羞的不敢抬头。被冷落的安迪冒出来寻求存在感，一家人再次恢复往日的热闹。